Lesson 13. Students talking. 第13课。你喺边处读书？香港大学。你呢？我喺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。我读医学，你读乜嘢？我读中文同埋中国历史。我哋下个礼拜考试。我哋下个月都考试，我好怕考唔到，唔够时候读咁多嘢。你唔使怕，你咁聪明，你一定考到。希望考到，但系话唔定。你间大学嘅学生多数系男仔，系唔系？多数系，不过都有好多女仔。他们多数读文学。食烟？唔该，我唔食。你够唔够时候饮杯咖啡？唔够时候，我要去医院。你呢？我要去图书馆。你搭巴士去吗？这个时候好难搭巴士，人多，而家唔好去。我知道，我昨日搭唔到车，不过冇法子，我一定要去。你几时毕业？我希望出年。我仲有两年，我毕业之后希望去外国读书。去外国嘅学生多数去英国同埋美国。我而家去啦。喂，小心，有车嚟啦。多谢。真是好危险，要好小心行过马路。